借刀杀人，杀。主公之忧，不知早睡早起，方能养生。五谷丰登。雷杀，闪！九杀，无中生有，无懈可击。杀！一筹一画，一策拆即略，越老越要补啊！乐不思蜀。天意不可逆，欺我无谋，朕要尔等血偿。主公之战如此，蜡炬成灰，五谷丰登。乐不思蜀，九雷杀闪。在事前我关于闪电这个点剖析过，剖析的内容便是闪电是唯一一种华佗死的方式。无中生有，借刀杀人可击，雷杀，顺手牵羊。两国结盟，你我都是一家人。主人公之紧张人早说一计，一生不一切，无知所思。愿携弩征战沙场，助君一战。顺手牵羊，无懈无中生有，铁锁连环，雷杀。一筹一画，不可熬援。两国结盟，你我都是一家人。愿携弩征战沙场，助君一战。无中生有，借刀杀人，乐不思蜀。杀！主人之之忧，一筹一句成灰，不一策一律，兵粮寸断。两国结盟，你我都是一家人。雷杀！忠残之性也如此，蜡炬成灰，无知所思也。火杀！九人一灭，之血紧张。忠心之性也如此，蜡炬成灰，无知所思也。火攻，无懈可击，无中生有。闪，决斗。闪电，过河拆桥。杀。九人一力，手一画，计手不成前途一律。过河拆桥。早睡早起，愿携弩征战沙场，助君一战。从此两铁锁连环，无懈可击。铁锁连环，闪电。过河拆桥，顺手牵线可击。雷杀。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复盘呀，二打五不值得复盘，啥值得复盘呀？九杀，非得像我那盘神曹操视频局开场一喷漆，惹怒了七个人，然后在叫嚣中再怼死七个人，那样的局可遇不可求。杀，春蚕之之忧如此，蜡炬成灰，不用再快了，这个局马上结束了的，都打完了，兵粮寸断。九杀。东都难归，初心难追。
早睡早起，方能养生。五号，一朝一化人，一次犹豫，无知所思也。桃园一败，蜡炬成灰。一朝一化人，之有不可测，无知所思也。火杀。过河拆桥，抚琴拨弦，悠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别紧张，一筹一化，老夫呢，不一策一乐不思蜀，火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蜡炬成灰，魏成，魏成啊！顺手牵羊。主公之信，人玫瑰果之信，手有余香。跟着心往前，决斗。愿为一筹一化，借困一策。主公之信如此，蜡炬成灰思也。还记得这局吗？不可一世的离魂开场离魂了我一大波牌，觉得自己嚣张的不要不要的，孙策主公。这一盘我一直默默的在打。流程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推死了刘表，最后三个人围攻主公。刘表、离魂都是我亲手所杀。火杀！多少遗恨，俱随清音去。过河拆桥，早睡早之信，方能养生。这个就不复盘了。因为今天精彩局太多了，天意。放这个复盘的话，时间不够，稍等。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啊，终于能歇息一会儿了，刚才一直在打牌，太累了。今天有点用脑过度。弓箭手，来来来，分而食之，分而食之，一策一略。天狼加身之人，从不会甘居人下。闪，闪。贪狼有吞天之。
斩。唉，恕罪当论，无愧。慢着，五院邪弩征战沙场，助军一战。虎啸祭翔，龙吟登步。雷杀。唯心之道，缥缈莫测。顺手牵羊。指干戈，修战士。过河拆桥。两国结盟，你我都是一家人。杀。汉室动荡，莫来妖言惑众。南蛮入侵，无懈可击。无懈可击。自打洒家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杀。杀杀。
大展宏图就在今日。妾身定为我大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愿携弩征战沙场，助君一战。两国结盟，你我都是一家人。汉室动荡，莫来妖言惑众。赴我大魏，扬我国威，征战沙场，助君一战。上。自打洒家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汉室动荡，莫来妖言惑众。自打洒家，云峰，客观的说，现在你觉得三国杀排运技术武将哪个才是第一？这个话题其实我很早之前就体系的评论过了。在坏牌运的情况下，有好武将的高手和没有好武将的高手，有好武将的菜鸟和没有好武将的菜鸟都会输。在好牌运的情况下，有好武将的高手和没有好武将的高手都会赢，但是技术是最核心的，也就是你摆出的这几项牌运、技术跟武将，一旦一个玩家的技术很差的话，什么都救不了。就算他是大顺风，有时候也会被翻盘。譬如我之前给大家放过的一盘，太多了吧，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摸不到对子直接放弃的袁绍主公，还有一个就是敌方借关羽不懂曹睿主公的兴衰技能导致被我们翻盘啊，就诸如此类。反正就是只要没有对这个游戏投入精力和智力的话，牌运再好也会输的。让恩宠过河拆桥，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放弃了挂不能加，可需一日借刀杀人。这等会儿这曹睿啥玩意儿，怎么还滋养都出来了。你我推心置腹，岂能相负。过河拆桥，先人之力昭于世间。阴阳相生相克，万事周而复始。大展宏图就在今日。唯心之道，缥缈莫测。无中生有，
狂天之势的气定吧，皆由我控。攻城拔寨，建功立业，未能逾也。九，下一步棋，我已经计划。